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15集。今天给大家做的是 UT 推出的最近这两电影第二集刹车的产品。双胞胎是变形金刚电影里头我最讨厌的两个人物。我的节目正式更新超过了10年以后，我才第一次做双胞胎的玩具，各位就能够理解到说我多么不待见这两个家伙了。那对于一个目前上网络似乎大家对这一款的评价不是很好，而我又很讨厌这个角色的时候，那这一集的节目我是该怎么做呢？当然是平常心做嘛，对不对？因为我自己的认知跟各位的认知不见得一样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我怎么看这个产品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简单的对比一下官方推出的几个刹车的玩具。当然我并没有大家最好评的联盟级啊，没有收到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人物的基本的形态，我有对比一下官方推出的一些 CGI 图，其实接近度还是蛮像啊。那怕大家看得太快呢，我拿出官方的 Deluxe 等级，我们来先看一下一些基本特征有没有做对。首先它的眼睛是一个大小眼啊，这边大另外一边小啊，这个做的是对的。然后头上的这个什么呆毛吗，是往这边的，它也是往这里没有错。手臂的话呢是两手是一大一小，这一点的话呢 UT 也是有掌握到了。那其他胸口的话呢是一个裂开的造型，以及双胞胎里头呢泥挡的话呢是背后有翅膀，而这个刹车的话呢翅膀的话呢是算是隐蔽起来的。这个 UT 的话呢当然是没有把它完全弄不见了，是把它折叠在后面。那以整个机器人的外形来说呢，我只觉得只有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部件啊，这两个部件，这个是在车门的这个侧边的这个零件数，它是卡在后面这里，只是以这个形象呢做一个把它稍微固定一下，但是也还可以了，并没有说会特别的松动。身上的话呢，我们就一些细节跟这个可能我们就顺便一起看了。头部的话呢非常的紧，我手上这一款了，所以上下稍微抬一点点。耳朵的话呢后面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球形关节，而且在变形的时候呢这个耳朵的话呢必须要彻底的把它推到后面去啊，不然的话车形态可能密合上会有一点问题。肩膀的这个甲胄两侧都一样啊，可以上下搓动一些，变形的时候的话这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二头肌两手都是一样可以转动的，这个手肘还有这个手臂转动的时候呢上下都有一个齿轮的关节，这个是蛮不错的了啊。手腕也可以转动，手指的话呢根部拇指的根部呢有一处的关节，其他的三指呢是共用一处的关节。然后呢这个手臂的整个大回旋啊也是偏紧的，平举的话呢也因为这个肩胛可以调整的关系，你可以直接举高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两手虽然造型不一样，但是可动基本是一致的啊，这一侧也是一样，只是它的一个手掌的话呢做得更大，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又加了几个关节啊，像这个每一根指头都是单独可以动的啊。然后呢这个拇指的话呢这里也可以折下来，那跟官方的玩具不太一样，官方的 Deluxe 等级的话呢这个手臂是可以伸长的。那侧边也有一个裙甲，这个裙甲我觉得有点意思啊，这个变形成车子的一个后面的车窗，脚前踢后踢虽然没有齿轮关节，但是关节紧实度算是很好了。然后侧踢啊有齿轮的关节，膝盖也有齿轮的关节。那这个部分包出来这里也是有还原到电影里头的设定啊，这一块是金属部件，它变成车子的时候是双轮关节是叠进来，然后变成人形的时候特别翻出来。那这个卡进去的时候呢它是这里啊，这个地方给各位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它里头有一个凸啊，它这个凸是要卡进这个轮胎的缝里头啊，而不是卡在这个轮胎的这个中心点，稍微你就转到一个位置扣下去就行了啊。轮胎的话呢是一个橡胶胎，那脚的话呢前后可以动一下啊，前后但是感觉是比较偏紧一点，我转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前后可以动，后面的话只有一点点。那这个鞋尖可以单独再转，然后这个脚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那底部的话呢我不晓得是不是要做防滑了啊，有做出一些凸出来的一个细节。整体来说吧，我觉得它的人形呢做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看，那这个绿也是非常的抢眼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感觉，我今天这个画面呢这光一打下去折射上来整个画面都是绿绿的啊。好了，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这个双胞胎 UT Skids 的一个变形。耳朵收进去，再来的话我们先把后面的这两个部件给打开，肚子这个地方呢给扣开来，这个时候呢可以整个给翻出去，翻出去之后的话呢我的建议吧啊，
先把这个腰部呢旋转180度，再把后面的这个部件的话呢给翻转180度啊。这么做的目的呢，我只是想把这个地方呢弄空一点啊，这样的话呢比较好给大家做一个解说啊，整个都给松开。那再来我们先把这个头部的话呢给翻转180度，然后呢给收进引擎盖里头去。这个部件的话头大概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手部的变形。手部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座位挑出来，这里底座有个凹，就是要跟手臂的这个凸，你要把它给扣进这里。具体怎么做呢？啊，这个有个翻转的啊，手臂先打直，然后呢，透过这个，这里有一个翻折的关节嘛，把这个轮胎的话呢，哎，刚刚在内侧，现在翻到外侧了。然后呢，这里注意一下，这个手臂你要把它转到这个方向，绿色的甲座朝外，然后臂甲放进来。这个地方因为它有点凹进去的造型，这个臂甲靠过来呢，才能够让这个这里面的手臂呢变得最细，才能够收进那个车子里面。然后呢，这里刚刚讲的这个凸啊，记得要去对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把它朝下，好，朝这个朝下这样子来扣。那我们可以先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这里好啦，先扣进去啦。然后呢，手腕就怎么样，直接的往后面翻，靠到座位的后方。手臂的变形呢大致就是这样，两侧都是一样的。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黑色的凸，它要扣进这个里面，胸甲的内侧是有一个凹槽的，我们把它给扣进去。那所以说我的建议是腹部可以先收进来，所以我的建议是先把手固定住，再来把这个胸甲呢往后面，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往后面推，这样一来让这个绿色的凹呢去对这个黑色的凸，你看从上面这样咬合咬进来，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扣的难度的话呢会比较低啊。手臂这一侧大概的变形就是到这里，后面我们再做一些细部的微调。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先把手臂的话呢给整个打正，然后呢这个地方转下来到这里，然后利用双动关节再把它给推进去到这边，然后呢这里啊一样，绿色的甲胄呢是朝外侧。手臂这样进来，臂甲放进来，哎，这样子空间就会很小啊。这样子放进来，然后呢，这个凸，这个手臂后方的这个凸啊，要扣进椅子的这个凹槽。好，这边给各位看一下，好，给压进去了。然后呢，手掌就是放到这个座位的后方，哎，这个就是一个手臂的一个变形。哎，下半身的话呢，我建议吧，先把后面的这个屁帘的部分呢给弄出来一下，这里。两侧这个部件推到外侧，然后呢这里推到外侧，这里拼凑出一个形状，这个地方反折到这里，待会的话呢要盖下来。那脚的话呢，我们先提一下这个地方，就是这一根金属的这个部件，把它给推出来。推出来之后的话呢，它是这里有个双动关节，我们要整个利用双动关节把它给推到后方去啊。它本来是包到这一边，现在要推到最内侧。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鞋尖要记得翻转180度，好，先转起来了，不然你等一下不好弄。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凹槽，有个凹槽，我们要把脚的这里呢有两个缺口，这两个缺口呢就是要去卡在这个上面啊，看上去很神奇啊，就是这样子。你就直接的把我们先这样子，这个角度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车子的一个形状，差不多快出来了。你把脚往前面推，然后呢这个部件，这个整个脚掌直接整个要往上面包到最上面去，整个像转一圈，好，是不是由下往上整个转一圈了？然后的话呢，你再把这个脚往前面推过去，推过去之后就是我刚提过了，把这两个缺口要扎进去这个凹槽里面去，好，这样子过来。我们从这个角度给各位看，应该看得很清楚才对啊，我尽可能把它拍清，这样子把它给卡到内侧去，那这个就会形成它的一个脚最后的一个形态，曲成这样子。好，各位应该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懂，我们把这个部件双动关节把它推到最后面去，然后鞋尖翻转180度，然后转到侧边这里。再来怎么做呢？把它的整个这个部件往上面整个转上去，乾坤大挪移的转上去，好，转到这里，然后呢把它往前面推，膝盖反折下来，然后去扣进一样
这两个凹槽要卡进这个洞里面去，都给扣进去之后，我们就把后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凸，它要扣进这个车尾这里有一个洞，我们就把它给包覆下来。那这两片的话呢，还可以打开一点点。那这里记得，我可以建议各位，这两片部件的话呢，就是原本的裙甲这两片，先把它给挑起来一下，我们最后再来结合它。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好，扣进去之后，这两片部件呢，先包覆过来，最后再压上面的这个裙甲的部分，从上面压下来。啊，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比较流畅一些些。啊，这里的话，刚这个双动关节没有推好，啊，先扣下面这个，再包上面这个，把它给按下去。那在变形的最后关门之前的话呢，给各位做一下内部的展示好了。里头一样有方向盘的这个刻画，座位在这里，手臂的话呢直接放在后面就行了。那这里的话有一个难点，就是说这个地方手臂后面这个凸卡进座位里头，你还得去配合扣到侧边这一带啊。那这里的话呢，就会调节到说，包括这个轮胎的位置，它这里是一个多重关节，如果你太往内推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于说轮胎去跟这个边缘去勾到，所以会导致它的一个推车的话会造成一个困难，所以这个地方的话都是还要再做一些细部的微调的啊。那不好意思，我们把浮力帘打倒了。在完整变形的情况下呢，是可以，你看，推车、轮胎四个轮子都可以全部滚动的状态下，而且还可以保证说手臂的这个凸去跟这个座位扣起来的。那万一啊，如果说你真的要取舍的话，就是里头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不要扣啊，保持车子能够推车，这样子在外观上的话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它的载具形态呢，我前两天发了一个小短片，很多的迷友们都会在下面留言说它的人形 OK， 但是车型崩了。可是我是不太清楚说大家评判的标准在什么地方了啊。以我来看的话呢，真正的硬伤应该是后面的这一块部件，它在翻折之后呢，露出了两个凸留在这边，没有做一个善后。那为了对比一个简单的话呢，我就拿出 Deluxe 等级的来做一个对比，因为我没有这个 Human Alliance 啊。首先的话呢，它的侧边的涂鸦形状看上去应该也是很接近。轮胎的大小比例的话呢，这一款 UT 的话轮子比较大，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正确车形态的一个轮距的大小。后面的车尾灯的位置呢，应该也差不多。下面的散热孔的话呢，好吧，它可能稍微比较大，那这个底部这里可能垫的比较高一些。那么侧边来看的话呢，这个弧度的话呢，看上去角度也差不多。那以这个绿色的这个顶盖的面积来说，可能这一款的面积稍微有点缩小。但是我真的觉得，难道大家都拿尺啊什么的，拿这种游标卡尺去量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型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我觉得也做得挺好啊。车门里头也可以打开，还能够看到里头的这些细节的刻画。那对于我没有收到 Human Alliance 的人来说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的了啊。然后轮胎的滚动性啊，如果变形全部到位的话，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整体来说，我觉得它最妙的地方还是第一是它的人形做得非常的好，再来变形的话呢，以第三方的玩具来说，这个设计已经是非常非常高明了，很有官方的味道，真的是很有逻辑性。变形上的话，卡扣也都还蛮明确的。最后就是这个轮胎的这个调整，这个地方就不要往内或外去压到底，你去拉到一个适合的角度来推车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的。那车型的话呢，我自己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我自己是觉得这一款综合分数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